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Delicious。这里刚好有一个火牛排的大胃王比赛啊，这一次的分量呢是90盎司上煎沙朗，时间是1小时，我觉得越来越佛心了。沙朗就会比较肥一点，然后筋也会比较多，而且我刚刚还特地问店家说可以给我剪刀吗？他说没有剪刀，那我就说你们会提供就是很大的那种刀子吗？他说哦，我们的小刀就很好切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小刀会不会影响我的速度呢？Let's go。 那我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挑战速度。他们说之前我办一个特大型的大胃王比赛，那速度最快的好像是30分钟整。好，那目前他已经上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他们是有附送这种，就是这些是可以不用吃完，然后只是让你搭配的，但是就1小时都不可以离开。那这个菜也要吃完吗？不用，肉吃完就可以。哦，所以只要肉吃完就好。三、二。一，开始。会计欺骗我，他告诉我很好吃的，并没有。怎么样，肉质吃起来一点吗？嗯哼。露现在感觉右手非常的酸，因为他刚刚有说切的时候很累，所以他才需要锋利的刀刃来切。如果看过露露本人的应该都知道，露露其实很瘦，所以他手臂肌肉也不大，因为他现在切这个花非常大的力气哦。现在在旁边看着就为他捏了把冷汗，加油！露露吃的超快，现在才过5分钟而已，5分钟吃了基本上是半块肉。可以看到这个策略就是切完旁边放冷。酸很酸，跟我举手，酸，加油加油！Delicious， 1分钟，终于切完了。在16分钟，快结束了，你这一个足足领先了10分钟，总共吃了20分又25秒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赛后访问你休息。我想吃甜点，这个是我想要吃的副餐。他刚刚就说可以加，你又加副餐？啊，我总要先把比赛比完吧。对，那个比赛是只吃肉。嗯，然后这个是你刚刚额外跟他，因为想吃蛋，我想吃蛋跟一些蔬菜。对，接下来是赛后访问的部分。好，刚才吃的时候对于这个肉有什么感想？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切的过程，我这一条整个全身在用力，我到现在这里都超酸痛。假设他们如果真的要来挑战看看，你可以叫他注意什么样的事项？我觉得钱带够一点吧，因为你要先付500元的那个预留金，然后挑战失败要再付1990，所以总共是2490。我觉得肉就是实扎实打的，你要抗拒腻这件事情。一般人的话，反正你们没有吃的我那么快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切小块一点，会比较好入口。